羊村守护者三，异国大营救。潜入。美羊羊，你叫我们过来做什么？出来一趟多晒呀！是不是那些实现愿望的七色花开了？嗯，我也听说过这个花，真的，真的可以实现愿望吗？关你的事啊！明日女王到。明日女王，有什么事？我抓到皓月公主他们了。嗯。那么厉害，不错，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明日女王要怎么处置他们呢？永远不许放出来。遵命。美羊羊，我也跟你一起回去，我也想看看那些囚犯的样子。别跟着我。不要那么小气嘛，别走那么快，会出汗的。啊！变了100条钥匙都打不开牢门啊！我们这里的监牢只能用我们的钥匙打开，你打不开的。哼，我要用万能的原始方法撬开它。你们太吵了。你没事吧？我的好兄弟沸羊羊，救我们出去呀。你好脏啊，别碰我呀。你披着面膜我都认出你了，你怎么认不出我呀？快放开我，好脏啊。明日女王已经下令将你们永远关在地牢，皓月公主，你一辈子都别想出来了。皓月公主，皓月公主，好脏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蟑螂啊！好大反应哦！胆小鬼，我们走。是。沸羊羊记得怕蟑螂，却记不住我。懒羊羊，你真的是皓月公主吗？你是？懒羊羊，我来救你了。你要救谁？我是新来的花匠，我要救七色花，但我迷路了。快去干活，别再乱跑。好，要逃出这里，不然遇到美羊羊就麻烦了。美羊羊大人，成功种出七色花了吗？还是只有五色？没有。快到了，好不容易开了六色，被他毁了。我今天就亲自监督你们，必须给我种出七色花。好。你帮我扇风。是。得想办法离开这里。美羊羊大人，我去厨房拿点饮料给你喝。不渴。美羊羊大人，我去厨房帮你拿吃的。那我去帮你拿太阳伞。不晒。你倒是要点什么呀？原来七色花种在这儿。美羊羊大人，我去帮他一下。去吧。
下，我就帮他搬东西，然后装得不小心摔倒。哎呀！哎呦，好脏啊！看来我要去洗个澡了。哎，快去，快去！我帮你搬。七色花在哪儿啊？好重啊，要拿不稳了。哎呦！好像也不是这朵。我好脏啊！沸羊羊怎么还没走？鬼鬼祟祟的，看你在干什么！沸羊羊，你早点出场！你好脏啊！快点，要你管了！终于能溜走了！没想到明日女王这么狠心。我相信姐姐会变回来的。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我们都是因为不小心让植物受到损坏而被抓起来的。你受伤了？小伤而已。我来帮你们治疗吧。皓月公主。好啦。啊，你这个木雕好漂亮。这是做给我儿子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。好希望小镇能回到以前的样子，能和家人团聚。我也想一切恢复原样，这样就能吃到美羊羊做的青草蛋糕了。所以我得快点出去。得想办法赶紧找到懒羊羊。哎呦，懒羊羊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终于把泥土洗干净了，舒服多了。懒羊羊，是谁这么大胆，居然把我的面膜都给撞掉？你是？皓月公主的同党，怎么办？暴露了，看来只好用那招了。想要下跪求饶吗？好，我批准。灰太狼逃跑法，给我站住！看我的奇力！不行，会出汗的。站住！打不着，打不着！别跑！卡住了！我才不会中招呢！疼疼疼！化妆室，这是什么呀？有办法啦！这下就不怕被人认出来了。难道被人认出来了？沸羊羊大人好。哎呀，
只是请安，不用那么大反应。好。那谁，懒羊羊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在那边的牢房，一直往前走就是了。你们退下吧。好。骗不了我的。美羊羊。我已经知道你的真面目了。你是怎么知道我的？你在花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。竟然被他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只能开打了。沸羊羊，偷花不成还想打人啊？来看囚犯是借口，你是想偷花吧？偷花贼。原来他说的真面目是这个。啊，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要敷面膜了，所以来化妆室，结果迷路了才进了花田的。哎，你看我这不是刚从化妆室出来吗？嗯，好吧。有蟑螂。你不是很怕蟑螂的吗？我怕蟑螂。哎呀，我好怕呀。哼，胆小鬼。懒羊羊，我来了。呀呀呀，怎么才能出去呢？懒羊羊。单手不行，那就用砸的。懒羊羊。是谁？懒羊羊，我来救你了。